今天是11月18号，现在早上5:20，现在要去医院。虽然昨天落红，但是整天下来就是阵痛还可以接受程度，所以就没有想说要去医院。然后今天晚上真的是还蛮痛苦的，然后一直不断的流血，所以我们为了确保一切平安，所以现在要去医院。然后而且现在阵痛间隔时间还蛮短的。早安，老公。现在几点？在早上6:05。我们在医院。嘿嘿嘿嘿。My face looks swollen. 检查已经，医生说大概3公分、3-4公分左右，所以 good。我们现在在走路。这是我的房间。现在是8:45，早上，11月18号。然后今天在刚刚在大概7:20左右吧，还是七点，反正7点多的时候破水啦。再是11月18号下午12:20，中午12:20。然后呢，我早上几个小时前已经注射了减痛那个针，所以现在就是在等。现在已经是开这样5公分，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快点结束。我们的宝贝要到了。